外的人看我们的广告，觉得我们中国广告没有创意，什么不伦不类。那我们的用户来看，客户看我们的广告，会觉得你们这也不叫广告。那你说我们每天都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吵？为什么要去吵得不翻天覆地、不可开交的去吵呢？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既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把工作做好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冷静下来，好好的说，不要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这个问题？我们都是毕竟是一家人，对吧？我们是要一致对外的，我们不可能说自己就四分五裂，然后自己内部打得不可开交，这样的话什么样的工作都完成不好。大家记住，我们是一家人 ，one team, one dream。Yes, they can.快乐和辛苦，我终于领悟。